天来调查这边吧。很久没有来，许久未来，不知道变什么。有几脚，还不错。测一下下雨的位置。应该躲在这里 ，OK。有鲤鱼哦，那边是一个不错的钓点。做钓同时要思考一下起鱼方不方便，像这边这个位置落差就有点太高这个是五脏，不是泰国鲫鱼，那个鳍是黄色的，橙黄色的，看的，刚小的鱼。有没有来这边的？又下雨了，对吧？这样吧，所以可能看看吧。
猜猜怎么回事。钓游就到此结束了，小搞搞啊，下雨天，现在放晴了。不过这边很久没来，调查一下吧。OK， 不过大部分钓到阿福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洗手台，洗脚啊，看起来蛮干净的。OK 了。